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.spoonroad。北京时间4月20日，体育客场125-114，爆冷击败太阳，将总比分扳成1-1平。布克上半场就得到31分，命中7记3分，但他在第三节因右腿筋伤势无法继续出战本场比赛，下半场没有得分。太阳上半场领先5分，下半场遭鹈鹕逆转。手感不佳的保罗得到17分14助攻，名哨福斯特是本场裁判之一，算上这场季后赛福斯特执哨的比赛，保罗已经遭遇14连败。鹈鹕的英格拉姆轰下37分。数据统计，鹈鹕英格拉姆37分11篮板9助攻，麦克拉姆23分8篮板9助攻，瓦兰丘纳斯10分13篮板，小南斯13分5篮板，琼斯14分。太阳布克31分伤退，保罗17分14助攻，布里奇斯19分6篮板，艾顿10分9篮板，麦基10分，约翰逊11分。本场之星英格拉姆表现全面，帮助鹈鹕爆冷击败太阳，最终率队客场获胜。比赛花絮，布克命中三分后和小宝宝球迷碰拳庆祝。布克因右腿筋伤势第三节被换下场，太阳官方确认他本场不再出战。赛后蒙蒂确认他在一次回防中导致腿筋受伤。高光时刻，英格拉姆打成2+1。布克三分命中，他在首节投中16分。麦基接保罗助攻轻松扣篮得分。布里奇斯补扣得分。布克半场节